我同个太阳都要打好关系，所以点解我咁中意晒呢？晒最好就唔搽防晒，点解唔搽防晒呢？因为我话你知，我唔搽防晒呢，就我唔挡你啲 UV 啦，真系噶，我个人就系咁啦。太阳你同我直接，我冇遮冇掩，太阳你直接晒落嚟我度，真系噶，我系咁嘅人嚟啊，系咪先？风吹雨打，我唔担遮，系咪？都唔需要着雨褛，我话你系淋就淋落我度，雨水，我都要同你打好关系。不过呢啲人唔会明嘅，睇下。其实，我话俾你哋知咧，就系咧，梁老师咧，曾经咧，梁老师啊，你见唔见到啊？嗰度咪有只鹿嘅，即系唔系飞紧嗰只，就咁企喺度嘅啫。如果睇唔到就算啦，系咪先？我睇到咪得啦，系咪？我话俾你哋知啊，梁老师佢话佢曾经咧见过咧，有人祈祷，有另外嘅雀鸟，即系佢话见过有人去祈祷啦，咁嗰个人系新教徒嚟嘅，又蜻蜓，新教徒咧就喺医院嗰度咧。就祈祷啦，咁啊祈祷咧，有一个着住天主教样式嘅衣服，即系一睇咧，即系梁伟文，唔系梁伟文，唔好意思，即系梁老师一睇咧，就见到，嗰个咪耶稣嚟嘅，但系佢天主教式嘅，即系一睇就即系 recognize 到佢系天主教嘅。佢咧就喺度，即系话祈祷啦，然后个天主教式嘅耶稣会落嚟，跟住祝福，系真系有神迹，真系有神迹，即系我想讲系真系有神迹，但系睇咗神迹之后咧，我都觉得好奇怪，佢睇咗神迹之后都冇信到耶稣，但系点解咧？耶稣系神嚟噶嘛，系咪？但當然佢又睇到其他嘢啦，其他都係神啦，即係有好多個神啦，即係以我認識嘅梁老師，就個個都係神啦，係咪？即係好多個神啦，好難明啊！其實我想同佢傾多啲有關呢樣嘢，即係既然佢見到天主教式嘅耶穌，係咪？即係天主教啱過新教啦。